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示范哈，就是我们平常拉皮术后哦要包的这个头套，要怎么样去使用它？好，我们先分辨说头套哪边是里面，有标签的话是在里面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拿这一片的地方先套着，它是魔鬼粘，所以往后粘就可以了。有粘紧之后，它就粘。那下巴的地方就靠在下巴，旁边有两个洞，是靠在耳朵的地方。好，最上面那一个往上拉粘住就好了。那最后一个地方呢，也是一样，我们就稍微扳一下它的头，或者是你自己去调整，然后也是粘起来。它就会戴在你的脸上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拆的话，其实没有一定要往哪边拆，你可以从最上面拆就可以了。非常简单哦，谢谢。